娘。这长得有点像那个珍珠奶茶。对。爹为冲。你呢？冲。唱七个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。谁给你拿过来？谢谢谢谢，给我的谢谢。幸福一家，富贵荣华。分享老一代，分下长寿面。我还刚过过生日，刚好。对对对，再给大一点吧，聊聊会。这个谁呀？爱姐。好，你们两个，但小朋友们都来。妈呀，你雕的太，这都雕这么雕。你要的话就挑呗。哦，本来应该是六位的那个嘛。然后他给送的是八位的，嗯，吃的呀，嗯，这冰粉也好吃，因为那个蛋糕特别好吃，所以粉下去打包了。还有我妈拿了点香蕉，哎呀，来吃一顿饭还搂了一堆，我这新发型好喜欢呢，两个小辫儿，右边俩。我们去那个国际快递，不知道到了一个超大的，然后发现可以背在超长的。可以背在肩膀上。给大家看我最近新买的捏捏，已经到齐了。然后给大家一点时间猜一下哪个最好捏，就是手感，哪个手感最好，然后哪个手感最不好。快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，最好的是几号？最不好的是几号？可以大家猜一下。公布答案，首先倒数第一的。是这个啊，看它明明粉粉萌萌的，但是它就是捏起来，就是不是很爽，就是有点水水的，有点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买来是这一阵子，我觉得到时候改论文压力会很大，说买回来提前买回一些解压玩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捏着会让我的压力更大。然后最好的我在两个里面纠结，一个是这个。长得像巴斯克芝士，这个捏的就是很这劲儿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感觉啊，这种感觉。然后还有个这个，在闲鱼上说这两个人都是送的，意外的好玩。就这个特别劲儿，这个捏着特别爽，但是很丑，非常的朴实。真的，这个好爽啊，这个特别爽。啊，我现在宣布他是第一。这个还是个赠品，震撼！这个还是不能以貌取人。这个我觉得，我到时候论文很有可能给他直接捏爆。幸好他们都送了很多袋子，到时候可以放。这个头在后面太讨厌了，但是我又懒得动，因为我吃多了，吃多了就不想动弹。啊，还有这两个也不好，这两个也很一般，这个就是光好看，也不能说光好看，也还行吧。但是不是很好，尤其这个大的捏起来就有点累，知道吧？这个手就有点累，觉得就是反正起不到解压的作用，就是好看。然后我本来现在放在这个大箱子，这个箱子本来是我用来收骨子收辣的，看好这么一个大带着片儿，它都不用拐弯，它都不用往上一折，哎，直接就放在这里，哎，完美的收辣。这个盒子我跟他说我不小心太多了，拼多多好难用啊，它没有那种购物车，它得就是加，你要同时拍两个东西你得加，然后不小心多加了一遍，所以我本来想买三个小的两个中号的，结果买了六个小的和四个中号的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主张啊。还有一个这个大福，棉花糖大福还是什么，这个很火的那个，这个是小鸭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这个还蛮好玩的，这个是另外一种好玩，
这个不是那种劲儿劲儿的，但是它很爽。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，都还可以。这三个是我现在最喜欢，两个网红款，一个奇妙的款式。这个其实也还可以，我是在闲鱼上面收的。好了，捏捏品鉴大会结束，我等一下要开始写脚本了，因为我不是在那个抖音做了很多二次元的内容嘛，然后现在真的就是属于是一个无心插柳，虽然抖音数据挺好的，然后粉丝也破20万了，昨天晚上刚刚，然后最近抖音接了许许多多的商务，对，所以就是也有点茫茫的。抖音我原本没有打算就是给它做成工作的，纯纯就是我的爱好，我们小情侣谈恋爱，纯纯就是一个谈恋爱的账号，结果这几个大家都很喜欢我，特别开心最近。然后我还要论文初稿交上去了，然后又要改，老师给了一个修改意见下来，然后今天要交一个中期检查，然后明天要出去拍摄，明天拍完了以后我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阵子了，然后就继续小情侣搞小情侣，这个样子 boy 工作者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些袋子，它不是有那个开口吗？但是这个开口他们都封在这个卡套里面，但是这个开口在下面啊，我一直想把它们拿出来感受一下是什么感觉，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，让我来试一下，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啊，这么生捏也好好啊，这个这么生捏更爽了啊，但是我的指甲给它扎爆了，我的指甲给它扎出口了，我靠我就一下就给它们扎出口了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带袋子了，我对自己有点无语了，有点之无语。算了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最好捏的一个，我还是不要随便破坏它，我可以破坏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啊，没关系，还是一样的好捏，但是我要破坏一个，好像也没有一般到我可以破坏它。这个水水的，我感觉破坏了也不会很好玩，但是这个又卡套又很好看，所以好吧，今天的破坏欲没有能成功发泄，让我在我的脚本上发泄吧。家人们看，我这是买来给 Coco 之后生日摆正的桌子到了，看一个方的，一个圆的。后面穿搭的东西还没收拾太乱了，大家不要 care。 这个是我的早饭小蛋糕，我开始在自己家里搞退货，好幸福啊，我把我的那个椅子也挪过来了，从此每顿饭都吃的是一个心情舒畅。而且我这个小蛋糕真的好适合，就特别有那个咖啡厅的感觉，但其实我配的是个 AD 盖，所以没有拍进去，我应该配一个那种非常高贵细致的那一种咖啡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个天才，谷子是随便拿的，因为边上那个顺手就拿了，然后也现在要一边看番一边吃，但是我看的是那个魔法什么玩意儿马修，还有那个迷宫饭，最近吃饭的时候特别爱看那个迷宫饭，就是带他们那个队伍在迷宫里面探险，然后会把那个迷宫里的那个怪物，不是，就是那个迷宫里的食材搞成饭吃，很好看，很休闲。在自家美美穿着睡衣开吃了，小披萨、蛋糕，呜呼呼呼呼，幸福的早晨开始了。但其实现在已经12点了，1点钟快到1点了。为大家分享这个，恋爱兄妹，这个韩综是一个恋综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之前是完全不看恋综，也不是完全不看恋综，就我就没有意思，不喜欢。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看，就是讲就是兄妹一起上这种恋综，然后跟别人谈啊，不是骨科，跟别的兄妹谈。然后特别特别，里面就是亲情，他们那个兄妹关系已经公开了，他们的亲情线都很好磕，特别好看，直接 B 站收就可以了，就是又好笑又感人的那种感觉，很轻松，可以下饭。我服了家人们，我就简直是天才。我买的那个桌子不是一个方的，一个圆的吗？然后我的桌布到了，然后再摆上一个花，完全就是餐厅，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开始烛光晚餐。我服了呀，我就随便摆了一个吧唧，因为为了配这个花的颜色，真的，这
桌子买的好，实在是买的好。我找到了今天白天用来拍广的那个头纱，然后看，让我给它多加点味道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应该撒到这个地方。哎呀，你别说，咱们这个灯一关，还真是有点小感觉。我简直是个天才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已经拆完了这个，然后阿钱的已经收起来了，数量跟他的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看这个，我发现我之前都没有怎么拍我搞的过程。我想着现在可以给大家一起拍，然后因为可可的生日快到了，所以我会提前把每个喜欢的饼先给他拍一下。然后现在是要拍蓝色，然后这个是我跟那个团长就是要了那个盒子，然后把它们剪下来，一共要了三个盒子，把它们剪下来剪成小小的的话，就可以摆正的时候放在边上，很可爱。嘿，剪下来三个，重复操作一下。原本这后面都有人，我拿给它挡住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就把这个吧唧往这一放。哎呀，我简直就是天才，古美天才。然后我还要插一个蓝色的花，女士送给我的那个蓝色的花，里面花的颜色很适合看。然后我打算插到哪个花瓶呢？这个花瓶。哇，我这边的花也差不多该死了，差不多该死了。那我就把这个花瓣给它回收利用到，我没看看卸掉的花，我就给它回收利用到我的这个花瓣收纳盒里，摆拍的时候非常实用。呀，先插这一瓶花瓣吗？白色花瓣，嗯，这样可以放到桌上用。这上面的蓝色是那个花店喷的哈，不是说长出来就是蓝色。这个就给它剪掉了，这个是给插。嘿，啊，这个感觉也要快卸掉了。状态都不太好啊，反正拔出来行了。哦，这个是有保水在的，这样给它放在。这个蓝色一上去就很有感觉，这个也是喷的，看后面是后面都是绿色的，拿那个漆喷出来。这朵拍的很好，上下都，上下都差不多。这完了，拿过来了，这朵很新鲜，这朵也很好看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这么看的。啊，这一只风铃草给它完全利用一下吧，这个插在这边搞定。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，把这个放到这里，然后再找一点那个蓝色的什么小小丝带什么的，咱们给它铺个桌布吧。墙上空荡荡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贴在墙上吗？在墙上，墙上搞一排，感觉可以。操作一下，这些从背面给它粘起来，直接给它做成东西。算了，就还是横着拼吧，横着拼。好像也不用粘，它可以直接往上一摆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再放这个吧唧了。这个吧唧的话，把这个上面的纸贴上，好看好看。然后就是剩下这个爱心。先见缝插针的拔一下，这个没有吃很多，也应该说我还有挺多配在路上，但是他生日之前是到不了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先给他摆了。这个呀，这个边上摆这个镜片，镜片摆在这儿，然后这样子再摆就合适了。OK， 差不多。然后就是其他的装饰。有点土味啊，我觉得也好像没有办法摆得特别好看，那就剩下就用其他的来装点一下。首先请大家装点一下什么的，现做现摘的新鲜花瓣，客官来一片吗？这儿补一朵，哎，跟这儿补一朵，但是这样就需要一些，再需要一些叶子。看看怎么样，站起来看一下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错不错。
然后昨天晚上本来说开始把那个论文什么的写了，结果哎，结果又出了很多，临时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视频，所以今天要改论文，然后等一下可能还刷直播，不然我绝对会一直玩手机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，我就在这里刷手机刷到了凌晨0:10，一笔没动，所以说我还是得开播机把我手机挂在那里，我就没有什么念想。Hello 大家，这个是微博之前问大家推荐那个杨枝甘露，大家最有人气的护士阿姨，然后呀、yeah, 赶紧尝一尝，我现在这边抖音还在直播呢，因为为了监督我自己写论文，看我这个角度是不是很像那种专业的学习主播，看这个效果很好，看起来像那种专业的学习主播，主要是我要是不播的话，我就下一秒就开始扫，也不是扫街，就是开始在美路上玩好架了。我们浅尝一下，我点的是经典版，因为有人推荐说是轻盈版，但是只有经典版是冰沙，好像我想喝冰沙，所以哎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奶盖，这好像没有奶盖，这么看起来不是很有层次啊？怎么看起来不是很有层次啊？嗯，先尝一口，嗯，好喝，但我觉得这挺清爽的，这个不是很浓，我觉得好喝，而且没有觉得太厚重，还不错，上海橙子，但是喜茶的也很好，喜茶的也很好喝啊，喜茶的那个也很好喝。